网台 D100 Radio 的主持人原名尹耀星的杰斯星期六被警方国安处拘捕，夜晚他报称不舒服，由警员押送去到玛丽医院接受治疗。杰斯连同妻子和一个助手被当局指控洗黑钱和资助分裂国家，消息说是和杰斯发起的千个巴妈台湾助学筹款计划有关。他早前发起透过网上募捐以众筹方式资助逃去台湾的港人，据了解截至今年七月，有关计划已经筹得最少1300万，当中有大约400万转账去到被指是台独组织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户口，另外有至少900万被转到去三个人的个人投资户口度。警方说经国安处深入调查之后，怀疑有人非法挪用和处理部分款项，并且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和组织。东网记者岑子浩报道。